和六六的时候，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最大的挑战，因为我觉得在这部戏里跟人格分别一样。对，有可能上午拍的是珍妮宝，下午就变小六了，对，就变六耳妞了。对，到在那个时候，一直都是在角色的这种变换，我觉得这个中间挺难过渡的。嗯。就是谢谢韩庚，就是我因为是重庆的更饭嘛，就我也想带重庆的更饭问你一句，你什么时候再来重庆啊？我们等了你三年了。我也想去。只来什么时候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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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如果有机会能来重庆一次，会去的，肯定会去。川渝一家亲嘛，对不对？对谢谢，谢谢这位粉丝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好，接下来，云南的，云南的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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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云南的，云南的，云南的，肌肉男的扇子，肌肉男的齐的，就这位，对白衣服这位啊，来，来，直接问吧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接问。来，这位粉丝，啊，直接说。那我想让你说那个，你要带紫霞走那句话。是吧？那你先，你先坐着吧，老乡。真要机会，刚才我说台词，我都忘了。你是在表白？谢谢，我叫是台词啊，你又借着台词来表白是吗？好，谢谢你们没有问题要问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下一个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祝你吧，祝你吧，祝你吧，好的，来来来，祝你十年对不对？来。大姐，你也在啊？那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小学，小学，小学。对，那时候我上小学，所以现在。快点让我，就让我问一个问题呗。好的。好，这样啊。好，我看到有人拿把伞的。这样，其实啊，这样子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听哥哥说，这个电影呢，就是大家真的是。努力的去把这个电影去拍出来，但是也有很多拍之前有很多的争议啊等等，但是我们期待是这个电影上映之后，我们期待是能听到大家最诚恳和最中立的一些意见，对，或者对我们的一些评价，对这个电影的评价，因为不光是演员，不管是幕后的工作人员，都是希望是电影是能拍好的，对，最终是交给观众的。嗯，虽然大家是喜欢我，我也谢谢大家，但是这部电影呢，是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嗯，所以你们在发表自己对庚哥的喜爱的时候，也可以表达一下，你这部电影看完以后，你有什么问的呀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来，这就是进来没打开的伞，对，就你了，就你了，这个好，来。喜欢你十年了，你这样说话，来来，然后呢，这部电影确实看到你演的这些年陪着你一起谈的演的，咱俩舌头稍微捋一捋，别激动，别咬着了。我就是这些年陪韩庚哥，就是一直嘛，演了这么多电影看他，然后这部电影真的演得好，人格分裂真的特别好，演得很帅。然后有问题吗？我有问题。腹肌。刚刚那个双击。
释一下，是工作人员拿了手机。刚才是我上来的时候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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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我们也得有成绩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才第一天呢，好事要留到后面的。啊，我去，再加上啊，这个。哎，那个，今天我一个人带了 N 个人过来看你。对，大家来安静一下，因为不光是我跟米还有其他的一些观众，但不要影响到他们，对吧？因为他有可能还有其他兴奋，好不好？啊！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先跟大家说抱歉啊，这个真的今天太多了，不可能说都注意到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没选到的朋友。还有选那个穿红衣服的这位女生，对，就是你了，对对对，来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哥哥对这部电影的票房有什么期待？哦，问得好，你想看几块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问题我跟那个导演前几天吃饭的时候还在聊，其实票房对我们来说还没有说票房越高越好了，对，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说是大家真的是很肯定这个电影，因为我们每拍一部电影都希望能留下来，甚至过了十年二十年还像当时有一和二那样，对，大家还是喜欢的，所以对演员和幕后或者是对导演来说都是尊重电影，希望电影是一个好电影，对。然后那个，我就想说，我上一次见到根哥已经是四年前的事儿了。然后那时候我来还在上初中，现在我已经来成都上大一了。然后就是我老家是山东的，希望根哥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山东做宣传。然后我是学也是学电影专业的，希望以后毕业了有机会可以和韩哥根哥合作。同行是吧？对，希望你以后。我是幕后的那种。对，希望你以后呢，真的。认真的去做电影，尊重电影，好吧，然后就需要这样的人才。是，只要另外有一天你还剪了他演的电影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哥哥，谢谢谢谢我们的粉丝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其实来到现场问问题的时间有限，名额有限，但是我觉得，也谢谢大家支持。那当然，我们的粉丝们也其中也有代表哈，来送我们的礼物，还有鲜花，来有请我们的粉丝代表，对，一束，哇，这么大。大好，谢谢谢谢，票房大概好，来还有礼物，对，谁穿了？我想要熊猫呢，要不转过来吧，转过来，对。猴子。然后它这个是可以拆开的，然后我会。他穿了一个猴子的衣服。对，戴上去就是说我是熊猴子是吧？里面的那个是牛肉。啊，牛肉。然后还有一种是也就是烤猪肚面，还有枣子也是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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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太好了，放在那边了，好。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，好，你们这边收一下这个礼物。四川之后给我起个外号熊猴子，然后说熊孩子，对，熊猴子啊，是的，好，那来这边有鲜花，对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送礼物给大家了，您先听首我们这件。我的确定这是山东的，白老公，你什么是 ABCDEFG 是谁？太危险了，对对对，说对，四对，啊，我说 A B